游走黑白两道。警察要抓我，自己人要砍我，我能怎么样？闯进无间地狱，小唐不能留下，我派人搞定他。命运无从把握，你呀、越来越像古惑仔了，不像会死的。谢天华，我跑路只有你和我知道。黄秋生，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暴露？吴镇宇，记住别再跑了。你叫我穿着制服，我穿着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难道我的路就这两条吗？拉菲国之辩解，周日晚上9点，天硬频道。